录一下不行，这人太可恶了。这个人太可恶。上次我跟他搭一只马家，今天要骑一只马家。哎呦哎呦！喂嘿嘿嘿嘿嘿嘿嘿！是很远的，真很远的，是很远的，这应该只有一次吧。呜呜呜呜，冷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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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卡宾的机啊呢哦，
吃了哈。对对对对。哎，今天卡比尼啊！今天卡比尼嘞。哇哇，谢谢谢谢，对吧？哎，水哦，顶底嘛是加，呜呜呜呜，真的呢，顶底加落来。哎、欸，这谁的钓竿啊？去后面了，他走到后面。啊，不然救我啊！钓竿，这个钓竿是不要的，是不是？我用铁板来钓钓看哦，看会不会吃。听说很咬。终于有人解救他了，你看。录一下不行，这人太可恶了。上次我跟他搭一只马家，今天要骑一只马家。谁说没有马家？马家。对啊，马家啦。就是那个吧？不是，北八杠它比较宽。就是那个什么高丽村、啊。这不是那个。高丽就是那个啊，就是那个马家、啊，哎、欸，日本马家是康氏，马家康氏是吐蕃啦。好吧，这个不是马家吧？马家啦。马家吗？嗯，马家啦。妈，我刚讲完，别走。对啊，我就跟你讲说不一定吼。哎呦哎呦！哎呦，今天有白带，看到鬼！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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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马家了马家马家马家哎真的有马家啦好有
好恐怖、哦，鸭子真的太恐怖了。好啦，好啦。全部都是灰灰耶，对啊，我今天还没钓到灰灰，没关系，小妖你用马甲就够了。你说的也是，一直干全部。啊，过运给你了，过运给你了。这灰灰有点小呢。说什么烧烤乌贼？烧烤乌贼？对啊，就是会流红色的那个液体出来、啊。更强嘞，好小、欸。我看什么什么怪东西都上来了。切它，然后它就变色嘛。这里啊，绞杀、啊。要怎么用啊？直接敲它嘛。这个不够尖呢。敲它可以用。像扁钻之类的东西、嗯，敲也可以啊。有人用手刀啊。手刀。真的、啊。那现在是冬天跟春天的交接，冬天的鱼还在，春天的鱼已经有机会进来了，所以最近的鱼种会很多变，硬尾啦、啊，哦，然后帕桃啊啦、博啊啦，然后一些黄鳍鲷、黑鲷等等，甚至是我今天还有中乌鱼，之前中过昂沙，所以记得鱼皮钩一定要带哦。如果硬尾有靠的时候，就赶快用鱼皮钩钓硬尾。那如果硬尾已经不咬了，你就可以钩。带个虾仁或者是小卷，然后钩这些，你可以钓一些蚵仔啦，钓一些蚌仔等等。总之就是要随机应变。我这个季节鱼种非常多，钓况通常都不错，所以把握机会，赶快有天的话就赶快进来钓喽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